期刚开始是车号员，他给我讲过对拐五五次这个车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了，因为他的标准特别高，所有他集结的每一辆车他都要写上，如果是活口的话下面要标注一个大大的活字，就提醒这里边是鲜活的货物。八二拐五五次那绝对是优先编组的，然后他们就特别的精心，一定要优先保证把这一趟车给编组好。所以我就脑子里边经常听我妈拐五五，那个时候还叫拐五五，八二拐五五是后边的，拐五五拐五五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脑子里边所以经常会听到拐五五这个车词。